龙婆坤2517年八字角重敌，大魔有师父守克服，龙婆坤在世时一直被泰国人民称为活财佛。坤业做佛牌其实很有规律，大部分都是金属自身牌，而重敌佛则以粉牌为主。但是2516到2519年，坤业连续4年发行金属材质的重敌，坤业同期的本庙佛牌好版本的市场价值均轻松破万。而这期重敌也是坤业同期非常著名的重敌作品之一。重敌佛功效：助生意、助财运、避险挡灾、提升人缘、事事顺利、保平安等全效，能帮助到善信护身辟邪、贵人不断、富贵吉祥、人缘和和、得贵人相助、生意兴隆、强力招正偏财、事业刚刚起步的善信恭请此佛牌，带来的价值会让你意想不到。重敌佛牌有佛牌之王之称，可以保平安，凡佩戴重敌佛牌者会有天神庇佑，家庭六合美满，必定凡事顺心。欢迎订阅本频道，了解更多佛牌资讯。